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S 减 Y 是一减根号二 ，S 减日是一加根号二 ，S 减 Y 是一加根号二 ，S 减日是一减根号二，那么它 Y 减日是多少？我们看哈，我把这个减这个的话就是 Y 减进来，这个减这个 X 消掉，那一减负得正变成 Y， 那这里是负的。所以哈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 x 减 z 的啊，啊减掉呢 ，x 减 y 啊，啊 x 减 z 就消掉了，那变成了 y 减 z， 那 x 减 z 的话呢是多少？啊就这样子啊，x 减 z 的话呢是这个嘛，就一减根号二，啊减掉多少 ？x 减 y 是这个。一加根号二，所以这个等于多少呢？一消掉了，这负根号二减根号二是负二根号二。好，再我们看第二小题。第二小题他问说啊 ，x 平方加 y 平方加 z 平方啊，减掉呢 sy。加 yz 加上 zx 等于多少？它这怎么做啊？这是 yz zx 哈，可以从这里来，你给它平方以后就有。所以的话哈，这个哈可以写成 x 减 y 的平方啊，加上 y 减 z 的平方，加上 z。减 x 的平方啊，好，那你看哦，你把它展开来的话，两倍的 x， 两倍的 y， 就两倍的 x 平方啊，两倍的 y 平方，两倍的 z 平方，所以你要给它除以二，给它除以二啊，给它除以二的话哦，有交叉项是 2sy 嘛，你除以二的话就剩下一倍。只有，负二的呢 ，y 减嘛，除以二就剩下一倍，只有负的 zx 除以二就剩下一倍，所以这两个是完全一样的。好，那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就是等于二分之一哈。那减 y 是这个嘛，就一加根号二的平方，加这个 y 减 z 是。负二跟它二的平方，它再加 z 减 x， 就 x 减 z 的平方啊，这个平方嘛，一减跟它二的平方，啊，这样等于多少啊？啊，这 a 加 b 平方加 a 减 b 的平方嘛，交叉项消掉，然后两倍的 a 平方加 b 平方一加二，啊，再加这个平方是多少？二跟它二的平方就二的四，四二的八嘛，这是八。那这个是多少呢？二约掉了啊，四，四加三是七啊。所以这一题呢，答案是七。啊，第二小题答案是七啊。